开年来第一个拥车证投标价出炉了，成功投标价全面上涨，其中货车和巴士组别成功标价涨幅最显著，上涨了超过2900元，中小型车组新标价报66010元，上涨了121元，大型和豪华车组起了近1300元，新标价是75280多元。公开组的最新标价是75200元，上涨了1200多元。货车和巴士组别涨幅最大，起了2900多元，最新标价是55000多元。摩托车组小起91元，成功标价约4400元，这是摩托车组连续3次上涨。